的手艺晋级，咱赶快前来学习另一摆所讲过的手艺。今仔，请大家对我大声念：有嘴讲别人，无嘴讲家己。有嘴讲别人，无嘴讲家己。今仔日来介绍的手艺是：好天叫春好来年。现在科技真发达，天气的变化已经会当预测啊。只不过有时嘛是有出错的时阵，所以咱若是会当伫好天的时阵，先甲爱用的物件穿便便，就算是拄着气象报告无准，外口偏偏有大风大雨，咱也毋惊去摇着巴肚。同款的道理，人生的路途毋是全然的顺遂。未来的代志，谁嘛不知？若是伫平常时啊，要养成勤俭的习惯，做好万全的准备，又未到时毋知要安怎，造成无必要的伤害，也是损失啦。好，即摆咱就把这个万事意学起来，请大家赶快对我大声念：好天叫春，好来年。好天叫春，好来年。好天叫春，好来年。咱这礼拜大家到底学俗语就到这，多谢大家。